回你。这个不能久加哈，不然就会掉到水里面去了哈。这个是慈航宫啊，慈航宫。那从这个地方再往前一点点，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前面有。那你看前面那边是不是有一个箭头？啊，箭头那下面有写一个金同村郡的一个字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下来走，这样绕一圈大概十分钟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如果不要下来的，就在车上休息一下。好，我在车上呢。